这绝对是最悲催的动漫女主之一，一国女神被人当成工具使用，更是亲手杀死自己所爱之人，无法接受现实的她最终选择黑化。在王都被视为女神的歌姬菲尼斯有幸成为路德王子的新娘候补，可王子对她没有任何感情可言，只想利用菲尼斯的力量来掠夺领地。她的歌声可以换来不同寻常的能力，为此王子不惜软禁菲尼斯在宫殿内，可却还是招来了敌国刺客的暗杀。王国最强剑士亨利正好路过，以帅气的姿态将菲尼斯贴身护在怀中，这一举动让菲尼斯小脸微红。从这天之后，亨利便被王子指派成为菲尼斯的守护骑士，而贴身守护的生活竟然二人的关系愈发亲密。但随着接二连三的刺客突袭，即便是剑术高超的亨利也有些力不从心，两人趁夜黑风高之际从住所逃了出来，在冰冷的夜晚相互依偎。为了给心爱之人取暖，菲尼斯歌唱换来了火焰，可却也吐出一口鲜血。原来菲尼斯的歌声虽能获取力量，但作为代价也会失去某种事物，在菲尼斯看来或许就是生命。看着眼前懦弱的少女为自己歌唱，亨利感到心痛，他牵住菲尼斯的手，随后十指相扣。在这一夜他们确定了关系，当然这一切都还得瞒着路德王子。但让亨利和菲尼斯都没想到的是，先前的刺客竟都是路德王子安排，他这么做的原因就是要让菲尼斯拥有软肋，届时用亨利作为要挟筹码，就能让菲尼斯把歌声的力量投入战场。即便菲尼斯是厌恶争斗的和平主义者，可为了心爱之人却也得乖乖听话。想给世人带来笑容的他，从此刻开始将彻底成为人形兵器。当亨利得知这件事后，却还是晚了一步。巨大的火球突袭敌军总部，不费一兵一卒就能轻易打赢战争。不管菲尼斯吐出多少鲜血，路德王子只在意结果，而从不在意他。即便亲眼从暗处看到菲尼斯和亨利依偎在一起，他的内心也没有太大波澜。可亨利在得知菲尼斯的身体愈发虚弱后，竟主动向王子请缨代替菲尼斯出战，心中抱着对菲尼斯的爱意，亨利在战场上战无不胜，不仅成功打败了敌军，更是借此获得不少士兵的追随。但这也让王子怀恨在心，阴暗的王子逐渐失去对大局的掌控，就连照顾菲尼斯的女仆科尔蒂竟打算在王子的酒水下药来成全菲尼斯和亨利的爱情，可这也会让科尔蒂被王都军斩杀，但他一点都不后悔，只可惜他低估了王子的智商。王室成员要最先学会的不是礼仪和武艺，而是对毒药的了解。王室成员遇害最难以防备的就是毒杀，被拆穿的科尔蒂无法控制自身情绪，路德王子将红酒倒入科尔蒂口中，剧毒使科尔蒂感到无比痛苦。可到死之前，他只感慨没能成功帮到菲尼斯殿下。而在屋外的菲尼斯似乎感应到了什么，但只要想到科尔蒂的承诺就会忍不住窃喜，只要过了今晚他就能跟亨利享受永久的幸福。但科尔蒂的死亡，路德王子并没有声张，而是在晚宴结束后要亨利跟自己去巡查。被蒙在鼓里的菲尼斯等了一夜都没有等到亨利回来，清晨就被王子喊去探视昨夜逃走的俘虏。菲尼斯的歌声之力只能在使用最后一次，王子请求菲尼斯用着最后的力量来处决俘虏，因为这位俘虏在昨夜为了逃走而杀死了不少士兵。王子决定用神的力量来祭奠死去的士兵，想必他们在九泉之下也能无悔。等祭奠完毕，菲尼斯就能获得自由之身。被自由诱惑而重温头脑的菲尼斯不再犹豫，反正他早已罪孽深重，死在他手上的敌军已经数不胜数。他召唤出火焰焚烧着眼前的俘虏，痛苦的呐喊声传出，却让菲尼斯错愕，原来所谓的俘虏竟是他心爱之人亨利。他想要再用歌声之力召唤大水，可却吐出一口鲜血，如今的他已经无法再使用歌声的力量。最大的两个威胁都被王子用计谋解决，王子也没有欺骗菲尼斯，没有歌声之力的他被彻底丢弃，这就是所谓的自由之身。可王子还是低估了这位被神眷顾的少女，他用生命的代价吟唱最后的歌曲，换来终焉的黑暗。巨大的陨石从天而降，菲尼斯要让万物走向终结，回归虚无才是世界的真理，让世界迎来末日，无人得以生还，在指引之下迎来新的轮回。菲尼斯彻底黑化，在歌唱完寂灭之歌后，菲尼斯才知道所谓的代价并不是生命，而是不老不死的诅咒。从今天起，菲尼斯没了心跳和体温，即便受伤也不会死亡。后来他才明白什么才是真正的失去生命。在海水变成陆地之后，菲尼斯也从昏迷中醒来，他发现地球已经孕育出新的文明，最早发现他的人类对菲尼斯还没有恐惧。可随着时间流逝，人们竟然发现菲尼斯的容颜从未衰老，这一现象也让当地人称他为怪物，开始抵触他，伤害他。后来古代文明发展到了中世纪，这一现象也未曾改变，人们从一开始的接纳到后来的恐惧，从怪物变成被称呼为魔女。没有人知道菲尼斯何时出现，从哪来的，他们只知道菲尼斯与他们不同，各种人都在欺负他，甚至打算用火烧死他。他的传闻一直流传在各个文明之间，对于伤害过他的人类，菲尼斯从没有出手还击，而是四处流浪，见证着不同文明的崛起和灭亡。
不得不在这个活着没有丝毫意义的世界永远生存下去，这才是失去生命的真正含义。一个文明无论如何发展，最终总会由于某种原因回归到原点，但历史反复重演，衍生出相似的世界，相似的人类。所以菲尼斯认为，或许只要继续等待下去，总有一天应该可以回到与自己出生长大那时完全相同的时代，这样就能重新遇到和那时完全相同的人。而经过数万年的等待后，菲尼斯发现无论人有多强，可内心也不会一样，被他深爱的那个男人永远都不会回来了。所以菲尼斯决定筹划一个免试行动。他在其中一个现代文明中了解到，有天文学家侦测到一个原本绕着地球转的行星发生了轨道改变，于是菲尼斯开始将自己当初用来毁灭世界的歌曲乐谱流传民间，并主动传播关于歌姬传说。他的目的是要在行星最接近地球轨道之日，让所有人类来跟他一起歌唱毁灭世界的歌曲，谎称这是能实现愿望的行为。而这一日被他称为新歌姬。当所有人类一起高歌毁灭之歌时，地球就会与行星碰撞，这样一来，不老不死的诅咒就能就此打破，他也能如愿死亡。在经历数万年的等待和布局，菲尼斯总算等到了新歌姬的到来，只要再过几天就是可以执行计划的时候的。可当他感慨的是，在这一时代竟与他当初出生的时代最为相似，无论事与物还是人都让他怅然若失。王都剑士守卫的长相和名字都与他所爱之人亨利一样，而像王子那般内心阴暗的角色也同样存在，只是这一时代他叫巴兹拉，与王子一样都盯上了菲尼斯的歌声力量，试图支配大陆出人头地。可对此菲尼斯并没有排斥，相反主动配合巴兹拉的掠夺行动。在外人眼中，菲尼斯一定是被迫成为人形兵器，所以不喜欢争斗的王都剑士亨利反对将菲尼斯当成战争兵器，但支持他的人少之又少，他只能被迫挑起孤独的战斗，但在一次与巴兹拉交战中受到了重伤。可亨利却因此遇到同样拥有歌声之力的少女小林，她的歌声与菲尼斯不同，菲尼斯的歌声代表着毁灭，而小林的歌声则代表着救赎。通过治愈圣歌，亨利的身体得到了治疗，但是这一幕也被巴兹拉手下全程目睹。于是巴兹拉将军带着大批士兵来到小林居住的村庄，要求交出会歌唱的少女。等小林回到村庄后，发现整个村庄已是一片火海，他从小就是一个孤儿，如今连关心他的村民和收养他的爷爷都因为自己而死。他开始陷入自我怀疑，一切的灾厄都是自己的歌声带来的。可奄奄一息的梅尔姐姐却用最后的力气鼓励小林，于是小林坚定要前去王都参加新歌姬，想要用这个上古歌姬传说来实现拯救村民的愿望。命运终将拥有歌声之力的两人分别引导到了残酷的轨道上。在收拾好心情后，便与从小一起长大的阿尔朝着王都前进，但这次旅途不可能一帆风顺。巴兹拉将军已经下令逮捕会歌唱的少女，她的歌声之力可以投入战争，期间他们也被士兵抓捕过，但都被王都剑士亨利给救出来。小林通过亨利知晓这个世界还有另一个会歌唱的少女菲尼斯，但是她的歌声却只会带来毁灭，于是小林决定要去见一见菲尼斯。他与亨利的想法一样，都认为菲尼斯一定是被迫当成了战争兵器，而他在之后也真的如愿在远处见到了菲尼斯。可小林却被一把缠着黑气的剑所吸引，在将手触碰到黑剑时，一股巨大信息冲击了他的大脑，某段沉睡的记忆被彻底唤醒。他也才知道，原来菲尼斯是活了数十万年的人类，也看见了菲尼斯这数十万年来承受的痛苦以及自己的身世之谜。菲尼斯在被人陷害，亲手杀死所爱之人后，便彻底黑化而受到了不老不死的诅咒。从那之后，便一直在寻找如何才能让自己真正意义上的死亡。经过数十万年的等待，他终于等来了可以毁灭地球的时刻。他来到当初与所爱之人互表心意的山洞中，舍弃了治愈之歌，因为这个歌声之力代表着重生和希望，也代表着他对爱人的情感。所以为了能毫不犹豫地让自己死亡，他只有将其舍弃，才能唱出忠言之歌。他用数万年的时间来编造上古歌姬传说和新歌姬，在舍弃治愈之歌的时候，正好被逃亡的巴兹拉发现。从那之后，两人便有了一份协议，菲尼斯会无条件帮助巴兹拉掠夺领地，但巴兹拉必须替菲尼斯筹备盛大的新歌姬。不明真相的巴兹拉还以为在新歌姬之日就是他一统天下的时候，殊不知届时地球将会彻底毁灭，而不老不死的菲尼斯也会在这一天而化为虚无。小林目睹了这一切的真相，随后更是看到了被菲尼斯抛弃的治愈之歌进化做了一位婴儿，而捡到这个婴儿的正是收养小林的大爷，小林就是治愈之歌的本体，这也就解释了他一出生便会唱歌的原因。被卷入记忆海洋的小林已经在外界陷入昏迷，他的出现也被巴兹拉给发现，但幸运的是有亨利出现保护着他，可小林却迟迟无法苏醒。他在记忆海洋中与菲尼斯碰面，可是却一直重复着画面，并且听不见他说的话。应该亨利就要招架不住巴兹拉的攻击时，小林终于听清了菲尼斯说的话：“救救我！”原来活了数十万年的菲尼斯早已无法忍受这等诅咒，对爱人的思念持续了整整数十万年，在这数十万年的轮回中也遇到了不少人，但最终全都离他而去。他的孤独无人能懂，小林醒来后就被巴兹拉挟持，
但现在的他身边已经聚集了不少伙伴啊，用烟雾弹为亨利和小林争取到完美的逃跑时间，但这也只是缓兵之计。对于拥有治愈之歌的小林，把杂事势在必得。在休整的时候，阿金跟亨利了解了小秘密，两个大男人其实都为爱所困。阿喜欢小林，但是却不知道如何告白，而亨利却喜欢一个在路边经过一次的吟游诗人。后来才知道她是王都的公主，在鼓起勇气想要告白时，却再也找不到他人。但这并不影响亨利爱公主的决心，他发誓不管如何都一定要找到公主，为了喜欢的人去竭尽所能，这才是优秀的男子汉。听到亨利的话后，阿乐也鼓起斗志，决定等这次事情结束后就向小林表达情感。可他不知道的是，这次事情结束后，小林可能就会离开这个世界，他的本体只是一首歌。他们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阻止菲尼斯唱起忠言之歌来毁灭地球，而小林他们的计划是在菲尼斯歌唱之前先唱起治愈之歌，或许便能唤醒菲尼斯的内心。阿乐等人则需要与巴兹拉展开正面战斗，可计划赶不上变化，菲尼斯猜到了小林他们的计划，于是提前唱起了忠言之歌，整个天空顿时变得乌云密布，一颗巨大的行星开始接近地球。而到这个时候，巴兹拉还没有醒悟，驾驶皇室的最终兵器，打算一统天下。但是他低估了两个为爱而战的男人，在阿尔和亨利的完美配合下，这个阴暗的老男人最终被杀死。至于小林也如愿找到了菲尼斯，将他在记忆海洋中听到的求救说了出来。其实一直以来，菲尼斯想要得到的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死亡，而是真正的救赎，但菲尼斯却仍旧不愿意承认。可仔细端详菲尼斯所写下的忠言之歌曲谱，就能发现他的本身与治愈之歌就属于同一首曲子，区别在于演唱者的心境，终结即是开始，开始即是终结。而这些就连菲尼斯都没有发现，他早已被无尽的孤独冲昏的理智而一心求死。现如今小林的出现唤醒了他的内心，在忠言之歌和治愈之歌同时响起之时，地球被重新修复，而重获新生的菲尼斯则获得了心跳。被爱困了数十万年的菲尼斯明白了何为拯救，爱始终是世间难以理解的情感，它既可以是生存的意义，也可以是希望的根源。数万年的等待和数万年的孤独表达了菲尼斯对所爱之人的痴情，他将毁了一切走向虚无也是一种解脱，但这只是失去希望的绝望。小林的出现拯救了菲尼斯，也拯救了肚中那停滞数万年没有发育的他。片名《失落的歌谣》原片采用双线故事和双女主手法来表达，也就是菲尼斯和小林的故事同时进行，这样造成了很多人在前期观看的时候不明所以。菲尼斯爱人亨利和小林遇到的亨利根本就不是同一个时间线上的人，但这些问题在第七集开始就会有一个完美的交代，于是我便整理好时间线再进行解说。虽然没有还原原作的续轨手法，但是能让一些看到半路不明所以弃坑的人知道这是一个很优秀的作品。另外关于阿乐和亨利以及小林组建的乐团成员伯尼等人描述还有很多，在这里透露一下，伯尼的身份其实就是亨利寻找的公主。相信我，这是一部看得绝不后悔的佳作，唯独感觉不足的就是制作还是有些赶，因为数万年的等待和孤独并且小林的劝解就能得到救赎还是有些感到神奇，毕竟没有人能像菲尼斯如此痴情，或许吧。